净土宗譬如妙高峰顶啊，他就这个意思啊，妙高峰顶山顶啊。那本经呢是峰头之顶尖，这话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要求法，一切法的顶尖就在我们手中，我们不识货，不认识，以为还有好的啊，到处去找，错了啊！谁认识？谁明了？来佛寺的三个老人，他们认识，他们明了，他们一生不找第二个法门。啊，他们有多大的成就？我肯定他们都是明心见性的，都是法身菩萨，不是凡人的。我们说这个话不是随便说，是看这三个老人一生的行持跟他最后的表演啊，无疾而终啊，自在地走了，像开玩笑一样，我说我走了，那就真走了，这令人惊讶啊！人走哪有这种走法？你到医院去看看，走得多酷啊，这样子多难看的，哪有这样笑眯眯走的？这么开心地走了啊，在这个地方表法任务告一段落了啊，后面呢，后面有后面人来接班啊，像接力赛跑一样，他把这个棒子交给下面人，非常快乐啊，离开他的跑道了。这个法门就一句阿弥陀佛，顶尖，顶尖的顶尖，就这一句。你要真认识，那可以说你的智慧就圆满了，你不需要再用别的了，就这一个法子，成无上道。